者是中央通讯社罗苑韶、郑景文、汪怡如、江佩玲。得奖的作品是文化 Plus， 我们请得奖者上台，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他们。麦克风，进来。这是大家注目的焦点，我们请颁奖人跟得奖人在舞台的这一侧先稍待，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好，那司长也先请。接下来我们请颁奖人中华新闻记者协会袁天明理事长上台来为我们颁奖。这一组的得奖人是商业周刊编辑处的游子燕，得奖的作品老台时变身潮商机。我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请颁奖人评审团的主席蔡念中教授上台来为我们颁发。这一组的得奖人是 ET Today 的新闻云张瑜轩、林明伟，得奖的作品是设计师忙什么。我们请得奖人上台来接受我们的祝贺以及颁奖。每一次这种场合我都要说一句话，拍手有益身体健康，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因为每一组或者是每一位得奖者在得奖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恭喜这一组得奖人，要请颁奖人文化部文创发展司的陈月仪司长再一次的到台前来。哎，司长已经回座去了啊，还要麻烦您。我们要颁发的是平面摄影的报道类优胜，中央通讯社谢家章，得奖的作品是用爱看世界，边乡学童摄影梦。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恭喜，那我们也请四组的颁奖人还有得奖人一起到台前来，我们做一个大合照。现在在台上的是我们平面以及网络新闻类的优胜者，要让我们的现场再热闹一点，请各位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我们这四组得奖的优胜者。现在在台上的包括了中央通讯社还有商业周刊ET Today 的新闻云的这几位的得奖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情。
新闻报道类的优胜者，非常的谢谢。也请所有的得奖者还有颁奖人先回座，谢谢。首先欢迎第一组的得奖人，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吴春满、谢佩金、陈静安，得奖的作品是绿活生态共生智慧。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胡美族徐恩荣、林瑞鹏得奖的作品是多元平台原乡文创新风貌。请上台来接受我们的颁奖。得奖人，司长也请，台前先休息一下。来，接下来我们邀请颁奖人中华新闻记者协会袁天明理事长上台来为我们颁奖。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彰化分台刘文珍、黄丽如得奖的作品是家业、事业、置业，无尾毛巾产业的兴衰起弱。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我们这一组的得奖人。好，恭喜我们国立教育广播台彰化分台的这一组得奖人。接下来我们邀请汉声广播电台洪汉明先生，得奖的作品是《与时代对话》丰厚系列。恭喜！好，准备好了，用热烈的掌声来恭喜我们洪先生！恭喜！我们请颁奖人跟得奖人在台前这边先稍后。接下来我们邀请颁奖人评审团的主席蔡念中教授上台来为我们颁奖。得奖人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潘雅娟、王思云、吴志斌得奖的作品是哪来的巧手，普林玛艺术节编织原民文创新业。所有的颁奖人还有各组得奖者到我们舞台前方这边来做一个大合照。